揭秘让人口水直流的名医奢华度假行程，它号称就是有所谓的全世界唯一的峡谷无边际泳池，游泳池的泉水是来自泰鲁格的泉水，真的可以喝，我就这样边喝边游。主观，然后你房间门一开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个大片落地窗。然后我们为了拍这些照片啊，在那个汤池里面泡了2个多小时。这个房间的两层要住下，可能要3次吧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